是这样的，因为 GPD Pocket 3的接口功能异常丰富，于是我的评论区出现了一些沙雕设想。虽然它这个有点不知所云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追求真理的，于是今天给大家测试一个用 Pocket 3的 HDMI 输出接口输出到 Pocket 3的 HDMI 输入接口会发生什么？ 那现在就用 HDMI 线接到 HDMI 输出口，另一头接到 HDMI IN 口上，然后打开系统相机，切换到后置摄像头。 结果就是产生了无数的镜像，就好像是两面镜子对照产生的画面。